好，大家听得到吗？直播的声音怎么样？好，大家晚安啊。今天要线上教学的曲目是这个。周杰伦在上一个月6月新发表的一首歌曲，那带有浓厚古巴拉丁风格的这样一首音乐哦，这个是一个著名的调酒叫 Mojito。那这首曲子呢，充满了拉丁的节奏，还有这种和声。它其实和弦并不难，其实整首曲子的和弦用的并不多，也并不复杂。然后就是很标准的这一种拉丁的和弦进行。那我们首先呢，要学这首曲子的时候呢，我们会先来跟之前一样，我们会先来看一下这个谱。我们就先用视谱的方式先学习这首曲子，然后呢，可能在上面做一些记号啊，譬如说该注意的音符、该注意的 bass、该注意的指法等等啊，这是我们第一件事要做的。所以大家拿到一首新曲子，哦，像我们现在都有这个乐谱嘛，像我们第一次拿到这个新曲子呢，我们就要先从头每一个音，从右手到左手每一个音看过，然后在脑海中想象你怎么样去弹，那会用什么样的指法，哪一个段落比较难，这些在我们视谱的时候第一件事情都要就可以先做到哦。所以很多练习呢，其实你是光可以靠读谱先做第一步的练习，这个大家可以去试试看，因为你读谱你不一定需要乐器嘛，你可能是在通勤的时候，或是在家里，可能已经超过晚上10点了，那怕邻居抗议，那你就可以用读谱的方式，也可以收获很大哦。那首先呢，我们就先来看一下这首曲子，那它的速度是 BPM 是115。就会写在我们的左上角这个位置。好，接着下来呢，我们来，好，先标示一下这个。好，手风琴一样哈，跟钢琴很像，就是呢，我们的右手一样是看向大谱表的乐谱，但是它并不是钢琴的大谱表，它跟钢琴还是有很大的差异哦。就是说，右手哦是通常是看我们的高音谱记号，左手呢要演奏的我们所谓左手的 bass 的部分呢，就是看我们的低音谱记号。乐谱还没拿到的朋友，可能是因为我们前几天刚结束乐器展了，工作人员比较忙，所以没有把乐谱寄到各位手上。那我会尽快的寄出，哦，大家不用着急，不用担心，一定会把这个乐谱寄给大家。那大家还可以，这个影片是可以反复练习的，就是你可以，我们就会放上 YouTube。如果直播没有看到，你还是可以看那个重播，然后 YouTube 上面我们也会整理放上去。好，那这一次的这一份乐谱，我换了一种比较不一样的记谱方式。那这个方式其实也是比较正规的哦，就是说在音乐学院里面，或者说在比较欧洲，像是德国啊、意大利，都会用这一种正规的记谱法。首先呢，在左手的部分，我们要把它想成两个单位，第一个叫做 bass，第二个叫做和弦。虽然我们手风琴的左手，我们都通称它为 bass，就是一台琴是从48 bass，还是60 bass，还是72 bass，还是80 bass，还是90 bass，我们都这样讲吧。但是其实手风琴的左手它不是全部都是 bass，它有和弦，哦，也有当然所谓的 bass 就是所谓的低音嘛，哦，当然还有所谓的自由低音，它这个自由低音它的也不一定是低音，它也可以到很高的音，就是我们所谓的 free bass 这个系统。哦，但是我们现在这首曲子，流行乐曲，我们一般都是用 standard bass 来演奏。所以 standard bass 的这个记谱法，我们就把它五线谱分成两个部分。一般来说，哈，我这个记谱的方式，通常最低的
base 的音是从这一个咪开始，哦，这个咪是 base 的最低音，然后 base 的最高音是使用这个 re，但是有时候会有例外，这个例外会出现在哪呢？待会如果有出现的话，会跟他讲。这个例外会出现在，如果是你是需要一个 bass 的旋律线的话，它可能会打破一个例外，就是说它可能会变成，譬如说 do re mi fa 往上走，因为它要这个 bass 的 do re mi fa 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或是fa mi re do 就是往下走，就有可能是出现在这边。好，但是如果有这个例外的话，我们会另外再提出。这不然，一般通常的状况下呢，在 bass 的最低音会是这一个 mi，bass 的最高音是这一个 re，所以如果是这个音到这个音这一个区间的话，它就是要演奏我们手风琴的 bass 的声部，就是只要用前面两排，第一排或是第二排来演奏。第一排就是我们所谓的辅助低音嘛，第二排就是所谓的根音 root，或是叫做 fundamental bass，就是主要的低音哦，这样子。因为我们后面四排，最大的琴就是四排嘛，后面四排的和弦呢，就是取决于主要低音第二排，大家是一个，这是一个平行线哦，大家要了解。如果没有学手风琴的话，可能听不太懂我现在在讲什么啊，如果有学的话就知道了。待会我放一下，我看一下这一个有没有办法。稍等我一下，我看一下电脑有没有办法设定一个 base 表，把它放上去。如果放上去，大家可能也比较，会不会比较容易一点呢？好，找到了，可以图片。好，这是我们贝斯表。所以呢，我刚刚讲的啊，贝斯，也就是所谓的前面这两排，后面的四排呢，就是四种和弦：大和弦、小和弦、属七和弦以及减七和弦。这样子，对，大家就可以看清楚，这个表应该这样就蛮清楚我看到有人按哭脸，是怎么了？听不懂吗？或是太难了？第一排呢就是所谓的辅助低音，那它会是第二排的大三度。记得哦，它这一个家族是一个所谓，就是一个平行线，这是一个平行线，它是一个平行四边形，所以要记得它的这一个走向啊，是适合我们手在演奏的时候，所以是有稍微斜的，它不是垂直的，这两个角度并不是垂直的哦。好，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小节。第一个小节呢，这一个前第一拍，
第一拍呢，就是要演奏我们的这一个低 bass。好，那它后半拍这个，它写一个低，这也是一个低，但是它就是高八度的这一个低了，这一个 re。那它上面会写和弦的记号，比如这边写一个 m，小 m，所以就是我们要演奏这个 D minor。这样子的一个记谱法其实是标准的，在欧美，欧洲为主，都是俄罗斯，都是一个广泛使用的一个，就是你把低音跟和弦分开，低音你不用去特别去写它，因为你自己要去认这个五线谱的低音。那和弦当然你这个它是什么音，你也不用去写它，因为你自己要去认那个和弦的那个音，但是呢，它上面你不知道是什么和弦嘛，所以它还是会写和弦的记号给你，比如说 minor、seven、major 等等。有点咳嗽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这是咪，那我们就要去弹这一个咪，这也是咪，但是它是和弦的咪。那我们要弹什么？它上面写了七，seven，这个。接着这个就要去认，你就要去认这是什么音？这是一个 G sharp，所以我们会找 G sharp。G sharp，其实你发现 E 的上面就是一个 G sharp，它就是一个辅助的三度音。那后面这一个也是咪，是和弦，但是它没有写，那没有写就是跟前面一样。再来看这边呢，哒哒哒滴，拉嗦升嗦拉西，都是贝斯，所以就是要去找，所以就发现这边拉升嗦拉，然后这边有个西，或是你要弹这个西也可以。然后后面的就是 A minor，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音是拉，那这个音也是拉，拉的什么 minor，A minor 两个同时按下去。好，接下来和弦，都类似了啊。这边是 G seven，但是这个音是 B，G 的 bass，G 的 seven 和弦。B 的 bass G 的 seven 和弦，所以弹起来是先这样，先这个 G，在这个 G seven，然后在这个 B，再回到这个 G seven。好，接下来就是 C 和弦，这个大 M 代表的就是 major。OK，所以这是我们三角的伴奏了，C，然后大 M major，然后 G 的 bass。接着又重复，这边有一个拉的半音，拉升收，还原收升发，其实看起来很难，但是其实很简单。手风琴的半音这样弹，拉这边升收，还原收升发，OK，然后到 F，到这个状这边呢，接着下去咪咪咪咪发咪。就是弹贝斯，我是弹这个位置，咪咪发咪这个位置，OK。好，这边又是重复的和弦，所以这首歌的和弦很少，D minor、E seven、A minor、G seven、C，然后 F。这个和弦可以稍微讲一下，这一个和弦。这个其实是 B 的半减七和弦啊，那在手风琴的技法，因为手风琴的 bass 并没有配这个半减七哦，所以你变成你必须要自己去组合这个和弦。但是我们知道 B 的半减七和弦是西瑞发拉，在手风琴手我们就会去想它的低音是西，那瑞发拉是它的高音，那瑞发拉刚好就是 D minor，所以我们要弹这个弹法是弹这个西第一拍。这个 C 搭配这个 D 麦啊，因为这样配起来是最容易的。个人用四跟二，这个和弦太常出现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把它融会贯通，把它记起来。这就是 B 的半减七和弦。这首歌有 B 的半减七和弦。
D-mi G7CFB 半减七 E7A 咪有后面有一个 A7，应该就没了。结尾有一个 B7 出现一次一拍之后的和弦都是一直重复，所以这个和弦这首歌跟很多就是传统的拉丁曲子很像。那和弦又重复。好，一直重复，段落也都差不多。好，这边是它第一段，这个大家如果可以去听一下原曲，第一段有一个小号、小喇叭的 solo。这边可以开始，和弦很简单，A mi 跟 E7 两个和弦。这边是小号的一个句子。那后面呢，好像有吉他，我印象中有吉他跟钢琴的句子。好，这一句就是钢琴的，吉他跟钢琴从这边开始。这个拍子大家要稍微熟悉一下啊。因为他用了很多的反拍，这个句子就有点潇洒的感觉。滴答嘞滴答嘞答滴答答的滴滴答，滴答滴答滴答答答答答。好，那它的原曲呢？这个 solo 完间奏的 solo 之后呢，它是接了一段周杰伦的 rap，饶舌啊。那饶舌在手风琴弹。其实真的不好听，那怎么办呢？我把它转了，换了一首歌。这首歌大家应该很熟，因为这首 Mojito 出来的时候，就有人很多人说 Mojito 跟这一首歌太像了，几乎一样，十分雷同，和弦也类似啊。这首歌就是久石让的那个霍尔的移动城堡里面的配乐。这首歌叫《人生的旋转木马》，它是一个三拍了。那跟原本的这个曲子拉丁的节奏其实差别很大，但是它的旋律跟和弦的确是有点像。这边我快了一倍，速度变成230，其实就是一倍的速度啊。原本的一拍变成两拍啊。滴答答滴滴答答滴答答答滴答答答答答。好，就是这一首曲子，待会我们会做一个示范。然后弹了一小段之后呢，我们又会接进来原本的曲子。它这个是等于说是副歌，滴滴滴滴答答答，这是主歌，接到第二段的主歌。哒哒哒滴滴，这是一个间奏。Bridge 一个 bridge，然后又副歌，好，这边又有一段 solo，就是管乐的 solo，齐奏的 solo，还有钢琴，原曲这边也有用到钢琴，然后又接到副歌。哒哒滴哒啦，啊啦啦啦滴，滴哒哒滴哒哒滴，然后又后面就是一个尾奏，这个尾奏还蛮酷的，然后尾奏有点像恰恰，恰恰恰，滴哒滴滴哒哒滴哒哒哒滴哒滴哒滴哒哒滴哒哒滴哒哒哒哒哒。这样子的一首曲子，所以拉丁风味十足，和弦也并不难，很容易掌握的一个和弦然后大家就是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在学一首新曲子的时候，首先要做的功课就是先把它的谱读过一次，认认真真的去读它的谱，所以我们知道这首歌用到的和弦D mi。我们先讲B7，只有最后这个用一下，这边用一拍，半拍了其实，半拍 B7，
用到了 E7，用到了 A 麦，用到了 A7，用到了 D 麦，用到了 G7，用到了 C major，然后用到了 F major，啊，或是 major seven 一样啊，然后用到了 B 的半减七，啊，其实和弦并不多，其实一直重复啊，那也很容易就是。在手风琴上很容易，因为它这个和弦进行呢，就是一直用五度圈啦，就是也是用所谓爵士乐常用的这个251的曲式，这个和弦进行，所以一直不断的使用。然后而在手风琴，因为手风琴的这个设计，左手贝斯的设计本来就是为了这个五度圈设计的，所以我们在手风琴左手弹起来就会相对容易。好，那我现在会拿起乐器，然后为大家做乐器上的教学，大家就可以一边来看。那我拿一下乐器哦。好的，那我们现在来开始学这一首歌吧。Mojito，我们来先右手，右手应该就很简单。我们右手的旋律，好，我们下面看不到，所以我们要一句一句来。好，我们先第一句。好，我们再第一句再一次哦。啊，这边的有一个贝斯的。做后面。用的是第一排的升收，啊，然后这边的拉西。试一下第二行，我把这个贝斯应该不需要了，贝斯我把它关掉，比较容易看得到。这样我们就一次可以看两行吧。
好，我们一次弹做两行的示范。这边有一个半音。好，所以这边有个半音呢，是这样弹。那我们再往下走，其实差不多。这就是我们的主歌的第一段哦。好，这一段的左手弹给大家看。荧幕的关系，这个角度确实要再调整一下，不然大家会看不到左手。好，我再买一个那个相机的截取卡，大家可以看比较清楚这个荧幕。好，那这就是第一次的主歌，那我们在下一段的主歌，我们再听第二段的主歌。好，接着接到一个 bridge 的桥段。知道他的这个副歌其实都是一直在重复了啊，都是一直重复的。然后这边就是接了一个小号的 solo。
收了完呢，就接了这一个霍尔的移动城堡，把它接进去了。这一段其实如果大家小号收了这一段，你要换变音器也是可以的。接下来呢，霍尔的移动城堡一小段。好，我这边就接回来了。然后这又是接到一个 bridge， 啊，不是，这是接到主歌哦。好，这边是 bridge 喽。线上有问题的话可以提出哦。这边又有一段小 solo。好，这段小 solo 呢，这边有一个反拍要比较注意啊，刚刚那个地方，再听一次哦。好，找到后面，这就是结尾了，准备要 ending， 都一样，它都是一直重复。我们这是从最后一次的副歌哦。好，这边就稍微我们再试一下最后一次的副歌结尾奏。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好，那刚刚大家可能比较看不清楚的是我们左手的部分，我稍微再给大家特写一次我们左手的部分啊，这个曲子，这样子稍微做一个特写。好，给地板整理一下。好的，可以做一个左手的，稍微大家可以看一下左手。好。
我就顺着谈啦，我就一页一页谈。这个谱可能大家一次看的行数不多，但是我先试试看有没有办法让他一次看一整页。如果需要谱的话，大家就欢迎赞助我们的这一次的直播啊，那就50块以上就可以得到这个谱，这是我自己打的啊。也是改编成手风琴，这个难度不算太大了。那我就顺着弹一次，啊、哦，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左手是怎么一回事啊、哦。但是这样看谱有一点难，好、哦，尽量哦。看谱的谱有点小，我把它放到这台电脑好了。大概一页一页弹。就要去想这个之间来不来得及切回来，我试试看，不来得及。
来得及的，但是我来不及换电脑的页数。哦，来得及，所以如果是各位在练习有看谱的话，是来得及切的啊。哦，或是说有时候有下颚变音器，这台是没有了。好，哦，我再做一个示范啊，因为我们可以在 solo 的时候，就是它原本器乐 solo 的部分，我们去做变音器的转换啊，就这边就可以搭配一点。好，哦，我们从前面一句就是77小节的时候接接看。这个曲子大概就这样，所以要怎么样？所以呢，在切换变音器啊，跟换这个翻谱啊，或者你要换页，这个之间你要去算一下选择。不过我最近买了，今天才买了那个脚踩的换谱的这个蓝牙的换谱器，所以其实这个也可以解决。如果脚踩可以解决的话，只是还没设定连到这个电脑上面。好，这首曲子大概就是这样啊，所以刚刚这个左手应该这个角度可以看得稍微清楚一点吧。其实跟我们上一次教学的这个勾箱拿样很类似了。大家如果有线上有什么问题的话，都随时发问。这几段 solo 其实它原本编的还蛮好的，大家可以去练小号的 solo。它这个第一雷低这个地方呢，它弹得很就是轻。对这个曲子稍微更熟一点哦，我可能会这样做。可能会加一个和声，怎么样好听呢？当然也就是即兴。可能也可以这样换了啊。所以一首曲子呢，要怎么样去编，怎么样弹的好玩，其实不是只有一种方法啦，可以用各种方法。线上的朋友、同学或是任何人有问题的话，想要发问都可以趁这个时间发问啦。所以大概这首曲子，你也可以稍微弹得更 free 一点啦。就不要照我写这一个和弦的节奏，你就自己去改变。
切好来。乱弹嘛，哈，就是跟着原本的和声，大概也有加一些，那就是节奏可能就不要这么工整，就是稍微即兴 free 一点，可能就是刚刚那样子的一个感觉吧。所以有很多种弹法，那这个谱呢编的这个程度难易度，大概如果五颗星的话，大概是两颗星吧，两颗星吧，并不是太难，其实应该算是简单。如果大家可以掌握一下这个切分音后半拍这样子的，它也没有太多的附点，就是后半拍这样子，八分音符的后半拍，可以掌握这一个部分呢，其实这首曲子就可以了。那左手就是它的 pattern， 就是这个节奏形态都是固定的，所以也不会太难抓、太难捉摸啊。这个是大家可以去练习的一首好曲子。好，想要这个谱，就是一模一样的这一份谱呢，就是 PDF 档呢，就也欢迎多多支持赞助我们的这一个每一周的这个线上的教学。原本今天会邀请另外一位老师跟我一起做示范，不过他临时有事，所以今天就我一个人唱独角戏了。现场对这首曲子有没有什么想要问的地方呢？就是在指法啊，或是哪一些音符啊，还找不到，有没有想要发问的部分呢？那之后这几天吧，可能也会录一下这一首曲子的，把它录一个手风琴的版本出来，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再上我们的 YouTube 看。所以呢，这个直播的连结下面都有我们的 YouTube 啊，还有 Facebook 啊、Instagram， 大家有兴趣就是想要追踪看到抢先看的话，就帮我们按一个赞吧。现在 YouTube 的人好像并不是很多，所以有什么问题的话，现场都可以提出，欢迎大家可以提出关于这首曲子的问题。好的，今天天气真的是很热，拉手风琴。琴背在身上都会容易，就是这边比较容易出汗，不透风。所以呢，这个曲子呢就鼓励大家练一个拉丁风格的一首乐曲了。然后它上面的这个旋律，因为它刚好这个原曲就是本来的曲子就是 C 大调 A minor 啊，所以这个就都是大部分都是白键嘛。对，很适合初学者练习。其实学了大概三个月就可以差不多尝试一下这个曲子了，并不是太难。可以鼓励大家，加油。秀兰说左手音符跳很远，这首曲子左手音符应该并不会太远哎。它都是顺降哦，都是在附近走来走去。如果你觉得太远，可能是不是有音符按错呢？因为它基本上你看它的进行 D minor 到 E7， 它就隔一格而已，所以并不会太远。你看哦，我开一下这个 base 表，你看第一个小节 D minor 到 E 就差一格，那其他的你看，其他大部分都是顺降，就是跟着走下去，甚至走到这边。
那它唯一一个你可能觉得比较远的话，是不是这一个和弦？B 的这个，这个和弦，B 的半减七，就是 B 这个弹这个 B 的 bass，然后搭配这个 D minor，这个用无名指，这个用食指，然后这个和弦通常就会接一的属七和弦 E seven。顶多是这一个距离，但是其实你想一想，它的距离其实跟刚刚的 D my 到 E my 其实是一样的，因为你的无名指其实已经记在，虽然在弹这边，但是其实因为你的食指在 D my 这个位置，你的无名指理论上要记好，已经找到了这一个 D，你才能去找 D my 吧，所以你的无名指本来就找到这个，找到以后不弹它，反而是要弹它，但是你的食指下去了。然后下一个和弦如果要接到 E seven，你的无名指再记得你原本的这一个位置，然后跳到 E seven，大概就是这样。其他都很近啊，其他我看没有很远的啊。如果觉得很远，是不是有找错呢？是不是有找错这个，找错那个音？才会跳很远，因为基本上这个和弦它都是瞬接，而且都是5度圈的排列，所以应该是很近，反而是比，甚至比很多曲子都来得近哦。好，Anyway，我们今天的直播教学在这边大概准备告一个段落，所以觉得很远的话，应该是有找错吧，因为那个。基本上都是，要么就在隔壁，要么最多就跳两格吧。这一首曲子，对啊，我的印象是这样，并不会太远。可能有一个远啊，就是 A my 要到 F，A my 要到 F，这个可能有一点点远，但它并没有到超远，因为 F 在 C 的下面。而 C 有一个记号。好，直播的最后呢，大家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呢，都欢迎再提问哦。做一个节目预告，我们8月的时候呢，会有很多的活动，包含了8月26号我们的一个音乐会，8月26号在我们的芦洲工学社音乐厅啊。大家如果想来参加这个音乐会，来欣赏手风琴的演出，我们当天会有大概30组的演出者。包含了独奏，包含了合奏。那除了手风琴之外，还有其他乐器，譬如说有吉他，有人唱歌，有人弹钢琴啊。然后除了手风琴独奏之外，也有合奏啊，也有像室内乐，有点小，就是重奏的这样子的一个演出，还有跟不同的乐器的一个搭配，所以是还不错的音乐会。因为在台湾，很多人都说手风琴音乐其实音乐会很少见嘛。那其实过往几年来，我们也主办很多啊，比如说邀请大师，小松亮太啊，包含了田刚三郎先生，包含了 Kato Panaco 先生，包含了意大利的三重奏等等，非常多的演出团体来到台湾啊。那希望的目的呢，就是说希望更多的人呢能够接触到手风琴的音乐，它不一定是要。像我们培养像今天这个直播的线上的观众一样，就是培养这个演奏的人才哦，不一定是培养演奏人才，反而是培养这个爱乐的听众啊，反而更重要，它的受众层面更广。所以我们的目的呢，也是希望让这个手风琴的声音让更多人来知道。所以8月的这个前3个周六。我也会在这个大稻埕的这个叶进发商号做这个跟手风琴有关的一个讲座，因为其实大家知道，在20年代，这个叶家就是原本是做米的这个叶家人这个家族，现在叫叶进发商号。其实，在那个年代就已经有组一个叫台北青音乐团，在那个年代就已经有这个 accordion，我们叫手风琴的这个在台湾演奏爵士乐的这样子的一个先驱哦。所以呢，其实说台湾手风琴历史其实已经超过100年了，超过100年，手风琴的发展其实不过200年，所以其实台湾
在于这个手风琴，就是手风琴在于台湾这个历史以及文化，它是占有一席之地的。其实包含了我们所听到的这个纳卡西，或是我们甚至在念这个台湾音乐史，或是流行音乐史等等，都会有手风琴出现的。因为非常多的早期这些，现在包含这些非常大牌的，已经包含已经隐退的江蕙啊，或是现在的这些，就是台语的金曲歌后、歌王，这些非常多早期都是走，就是从纳卡西出生的。《红楼梦》的父亲洪一峰嘛，你看他的专辑的封面就有他自己演奏手风琴，他本身就会演奏，所以呢，手风琴这个在台湾早就是他的音乐文化中是有占有一席之地的，只是后来纳卡西。大家可能普遍年轻人现在会觉得比较怂一点啊，就是年轻人可能觉得这个音乐是老一辈的人在听的，哎，可能就觉得手风琴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但是手风琴这个纳卡西音乐其实并没有不好，因为我自己去仔细的聆听以后，哇，发现其实在就是早期的包含这些日本纳卡西的组成，包含就是台语的流行歌曲嘛，那这些流行歌曲通常都是。大部分很多都是日本的曲，然后填台语的词，这样子来叫混血歌曲。那很多这些其实它的编曲哦，跟这些包含词、包含这些曲、包含编曲还有配器等等，其实是非常耐听的。虽然跟现在的流行音乐的品味或口味比较不一样，但是其实我认为它的这个编曲是非常耐听的，而且就是你在。大就是这个群众这么多人的这个观赏下演奏，这是受到的回响肯定是最大的，就是大家都就是这个从小不管就算现在的年轻人，你从小或者你坐计程车或是在哪里，你总会听过这些音乐，是大家最有内心深层的共鸣吧，应该这么说哦，就是大最毕竟大家都生活在这一片土地上。对于这个音乐都会有一个共鸣，所以手风琴其实我认为是可以唤醒每一位台湾人他内心深层的这一种共鸣吧，就是他演奏的这个音乐，那他的乐音、他的音色其实都能去跟大家产生一个共鸣的，我是这么认为啊。所以这个大家对于这个台湾早期的这个爵士或者手风琴的这个历史有兴趣的话，还有。我们的主题其实是吉普赛爵士啊，吉普赛爵士呢，跟手风琴，还有台湾，还有这大稻埕呢，它到底可以讲什么故事呢？就欢迎8月的周末，前3个周末啊，就是来到这个夜金方上好来听，我来跟大家做一个示范跟一个讲座啊，欢迎大家。那当然呢，26号如果需要索票，8月26号的音乐会需要索票的话，欢迎就私讯我们的粉丝页。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那谢谢大家的观看。如果有任何的其他的疑难杂症啊，跟你手风琴相关的，想要问手风琴或是哪一首曲子都欢迎寄信到我们的信箱，或是在粉丝专业私讯，或是在下面留言，我们都会很乐意为大家回答。那今天呢，很开心可以教大家这首《Mojito》这首歌也很热门，那我也会赶快把它。录成手风琴的版本，那大家喜欢的话，想要这份谱的话，就欢迎支持赞助我们这个直播的节目。那我们之后还会邀请不同的来宾，还会有不同的主题。谢谢大家，今天的直播到这边结束，拜拜。